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要讲陈和龙的好话。我迟到的时候，他都会很宽容。下课我记你。我迟到的时候，他都记我。你们觉得陈和龙是怎样的人？学霸，很能文能武。他非常热心助人。然后他非常非英文很好，很温暖的一个人，善解人意。